这家伙外行中干，虚着。你不能杀人质。冷静一点。骆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把女孩换回来，再想办法说服她。是不是太险了？这样做值吗？你说值不值啊？啊？你在这盯着狙击手，我不发信号，不要开枪。 人死了，什么线索都断了。拿着。你不要冲动，冷静一点。你不能伤害人质。你有什么条件提出来，我们可以谈。你不能冲动。 小伙子，听着，条件好说，我去顶替那个女孩。要说人质吗？我比她值。我是刑警队队长，你把我抓住，他们敢开枪吗？你别蒙我，我带的货是死罪。死不死的先别那么肯定，你要和一个刑警队长同归于尽，在这个圈里。 你也算留名天下了。现在我过去跟你谈条件，兴许你愿意立功，你就死不了。罗杰，你等我去拿冯大衣，你等我回来。啊，犯不着。你等着，我过来了。 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引爆了。转过身，把衣服掀开。转过身，没有武器，你也太小心了。 停下！转过身去，快点！别动，动我就引爆。 什么情况？罗杰人呢？罗队上去，把那个女孩换了回来，答应在狙击手那儿，等到罗队发信号呢。好，罗杰不行，冷静，冷静，你往后退，关键时刻你要分老罗的心的。哎，师长。
这个兄弟挺配合的，他想跟你谈谈条件。哎，山头上站着那人是你朋友啊，还是看热闹的？你少烦。16日，星期五。炸死个当官的，除掉他，这条路会更安全。如果他们知道那是遥控炸弹，就会算出这条路来。跟以往一样，像风一样吹过，无影无踪。为了保险，还要再试试。2月28日，星期三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，七，八，好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剩下全在这儿。好。姚总啊，叫什么？杨明山。说，快点！你叫什么？李翔。把头抬起来。你呢？头抬起来，我看看你们都谁。来，过来，你。抬头，都没动，都没动，都没动。我拍个资料，等一下，都没动。好，都没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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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找钥匙，钥匙，钥匙在谁手里？Go, go, go.
去那边跑，往那边跑，你去那边走啊走啊跑，快点那边。是我，赶快去机场买去韩国的机票，快走。喂，大英啊。要不要通知机场公安扣住他？我觉得我们今天设的局暴露了，放他过，放查信。张飞，马上到附近的菜市场查查，买这块排骨的是谁？好，好，明白。你们两个，给我上来！已经平安到家，证明他们还蒙在鼓里。3月1日，星期四。赵队，这些碎片和你捞的那些小碎块经过鉴定属同一体，可以确定是引爆器的一部分。
这个现场你做过几次了？哎呀，现场没法做，水底下全是碎石。现场勘查的重要性需要我提醒你吗？炸死罗杰的爆炸装置不是牵拉式导火索引爆，也不是电发火引爆，是遥控，遥控引爆爆炸装置的另有其人，这个人现在还逍遥法外呢。说下午要来个编剧。编剧？什么编剧？啊？编什么剧？说是来我们刑警队体验生活的。你好。哎，哥几个啊，就这个车，注意啊，歹徒手里有枪，注意安全。
干嘛呢你啊？哪儿的？不准翻！你哪儿的你？不准翻！我是那个，我给你看。哎，妹子，在一边问我他干嘛的，还有我的相机收啊，拿来。哎，你别挨挨的，你过来。你干嘛的你？一会儿跟我走啊。走？你去哪儿啊？你不要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妨碍公务，你知道吗？你能把相机给我吗？不行，我得检查一下你刚才拍什么东西。你看我没拍什么。我们正在抓歹徒，你居然在这时候出现啊！你经过谁允许了？你相机给我。不行，我必须得检查你相机。而且你这工作证也不对啊。怎么不对啊？你是哪个单位的工作证？你好，知道犯什么错了吗？闯红灯还逃避处罚，把驾驶证给我。那你拿驾驶证。好嘛，可以啊你哈、啊，整个一飙车族把我都憋得狗扯。我。这都打起来了，子弹嗖嗖飞，你也敢往这边闯？你不要命了？我无论如何也构思不出，我就这样开始了我到刑警队体验生活的日子。本来是局长或者师傅，我问一下，刚才那趟车是到哪儿了？是到北京的特快。哇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不客气。
条线捋出罗队牺牲那案子的线索，应该捋得出来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大毒贩不会永远蛰伏下去。3月12日，星期一。我们这次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。And also will be the last one.这次供货量之大，又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单生意，收山之作，收山喽！想过清闲日子，这次供货量足够你们北美一年的用量，还有时间让你们找到新的供货商。So you will have enough time to find new offers.哦，很好很好，太棒了。这批货到港出关，交易就算完成。郭局，有什么事儿？哎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刑警队赵队长。郑队长你好。你好你好。这是大齐，我们政委。郑队长你好。你好你好。这位呢是西岭市局的吴队和他两位助手。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就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事态严重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408室的结构图，一进门是一条走廊，一进门的右手，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卧室。厕所，第二间是厕所，第三间是厨房，正对着走廊门厅，这是一间是客厅，客厅的里边又是一间卧室。相邻的房屋结构没有我们可利用的条件。妃子，你负责匡局主任开门。明白。不行，不能用你。如果屋里的人听到是男人叫门，他们会起疑心，弄不好会让他们警醒。大家记住，这次行动必须具有突然性，因为罪犯手里持有杀伤力很大的5连发猎枪，如果让他们捕捉到开枪拒捕的时机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小静，你怎么样？我来吧。女的叫门，案犯容易麻痹。我跟吊姐一块儿去。这不是拍戏。你不能去。这次是动真的。抓捕跟在战场上打仗一样，会有流血，挡不住胡编剧，你不许进楼。刁静，你呢？匡开门。是。哎，答应我提醒一句，吴队说罪犯手里很有可能会有炸药，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。小队，你们只管把酒外围，里面抓捕由我们来。这是到我的一亩三分地了，啊，知道不？老魏，门一开，我捕客厅，你负责捕一进门右手边那个小卧室，不然里边有人。就会抄我们的后路。明白。我不厕所，万一罪犯猫在里边呢？可以。
调进，只要门一开，你立刻就闪到一边去。嗯。哎，万一有特殊情况，案犯有了准备，我就先进去麻痹一下他们。比门一开，咱们就往里扑，省得吃亏。赵队，群众该疏散的都疏散完了。胡局，你看这个方案行吗？行动要果断，不能让罪犯抢先开枪，拒捕就给我击毙。谁呀？你在哪儿呢？你咋用公用电话打呢？啥？你手机又被人偷去了？哎呀妈呀！你说你那丢几个了啊？这可咋整啊？你说，这小偷也忒邪乎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赶紧报110吧。就别丢三落四。我就要下楼，怎么了？我想下楼就下楼，你干嘛不让我下楼？哎，煤气费昨儿不是收了吗？怎么今儿又来收啊？怎么总收啊？哎呀，爸，昨天收的是水电费，今天收的是煤气费呀。昨天不是收了吗？哎呀，你老糊涂了。你可不知道啊，那现在的人呐，真是，知道用水、用电、用煤气，这一到要钱的时候。那就不高兴，那不花钱的好事儿，那上哪儿找去啊？啊！哎，哎，你看不开门了啊？那不开门，我可真走了啊！我真给你停气啊！昨天敲你们家
门就敲不开。哎呀妈呀，你磨叽啥呢啊？这么半天才开门，这我都要走了。赶紧赶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们那女的是演员出身吧？说你的事儿，这跟你没关系。那大姐真行，真会。要不是她骗了我们，你们甭想冲进屋。她太沉着了，像根本没事儿似的。赶紧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我这净忙活你们一家人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家啥味儿啊？哎呀，烧了吧唧的，你们也不开个窗户通通风啊？哎，表在哪儿呢？那儿。这儿啊？啊。在厨房啊？对。哎呀妈呀，这味儿太难闻了。见见那位大姐吗？可以。能给个烟抽吗？谢谢。告诉你们说吧，要不上那大姐的当，你们甭想冲进屋。我一枪打一面子，不是你们冲进屋，是我冲出去。行了，要不是我们的法规不允许，我倒真想陪你玩。你小将啊你！你一枪打一面，我一枪崩了你！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一种专打你这号人的9毫米手枪。怎么着？想认识认识我？服，我服。大姐，蛇你手里边，我服。服啊！你别搞错了。你不是服我，你得服法。